好啦，各位同學，咁我哋睇下而家咧就係2019年 DSE 嘅 paper one 啦。好啦，咁咁我哋都逐條睇睇啦。咁首先咧，第一步咧，第一條啦，主項變換常見噶啦 ，H 做主項。咁記住，我哋第一步咧都應該將成條算式咧都寫翻落去嘅，尤其是喺甲部，因為咧咁我哋要嚟睇睇嗰啲重點喺邊度嘅。同埋有啲格式嘅分都會要應該要攞到嘅，咁好簡單啦，拆括號啦，9H 加6K 就會等於 7H 加8啦。記住搬嘅時候，最後我想未知數係正數，咁就容易處理好多啦。所以咧，將個 7H 調過去，即係話咧 9H 減 7H 就等於負 6K 加8啦。咁呢度咧就變咗。2H 啦，等於負 6K 加8。好啦，留意喎，未完喎，咁要將個2除落去。嗱，去到呢啲位咧，有同學就會做錯嘢啦。喺甲部記住，盡力都攞多啲分。咁啊，合格喺甲部係好緊要嘅，打好個基礎，尤其是喺第一條。好啦，你除落去會點咧？負 6K 加8 over 2。嗱，未完喎。其實呢條數可以點樣再做靚啲呢？如果你話要約簡，嗱好多同學就淨係約是但一個嘅。咁為咗避免有呢個錯誤咧，咁我做多步俾大家睇啦。喺分子嗰度抽個二出嚟，因為二三如六，二四如八。好啦，抽個二出嚟就變咗負三 K 加四咯喎，分母仍然係二。嗱咁樣約咧就萬無一失啦，所以。約咗個二之後咧 ，H 就會等於負三 K 加四啦。咁希望呢條數幫到同學啦。OK， 好啦，第一條完成啦。好，睇睇第二條先化簡。好啦，咁啊即係將佢砌靚佢啦。咁一樣寫翻條題目先，三除翻七 X 減六減二 over 五 X 減四。咁做通分母嘅話咧，一做通分母，咁啊兩個分母相乘啦，所以前邊依嚿嘢咧嗱，唔好嫌我做得太慢，我希望大家都識做嘅。好啦，咁呢度就係三啦，除翻七 x 減六，記住依嚿嘢，因為兩個分母相乘啊嘛，所以依度都要乘五 x 減四嘅，所以分子分母一齊乘五 x 減四。好啦，後邊嗰嚿嘢。減啦，二分子分母就會乘翻七 x 減六咯喎，所以分母一樣七 x 減六乘翻五 x 減四嘅。OK， 好啦，繼續做埋落去，繼續做落去係點啊？分母一樣就寫埋一齊啦。嗱，記住唔使咁心急拆開佢住嘅，七 x 減六乘翻五 x 減四啦。分子小心咯喎。三一十五嗱，我建議同學喺度都做多一步嘅。點解咧？因為依度依個負數係要好小心去處理嘅。分寫埋一齊之後咧，你第一步就會變咗三乘翻五 x 減四啦，減二乘翻七 x 減六嗱，你就會做到依步啦。好啦，跟住做落去會點啊？嗱，咁樣做落去啦。好，等於。三成嗱，記住你要小心啲喎，你寫嘢咧都唔該寫靚啲，如果唔係咧抄抄下抄錯咧就好無謂嘅啦。好啦，睇睇依度，咁就變咗分子啦，上邊就係十五 x 減十二，依度減十四 x 加十二嘅，見唔見到？負二乘七 x 就負十四 x， 負二乘負六加十二，分母冇變。七 x 減六，跟住五 x 減四，睇下個分子會點喎？十五 x 減十四 x 得翻咧就係 x， 負十二加十二零咗，咁啊分母咧就係七 x 減六乘翻五 x 減四啦，咁就完成咗兩條咯。咁希望呢兩條咧都幫到大家啦。好，下一段片再睇埋餘下嘅甲部題目。OK。拜拜。